果你肯退一步的话，他一定能在有生之年看到空中花园的落成。现在所有最有利的路都放在你面前了，我不明白你还在坚持些什么，该如何取舍你心里应该明白。你还在犹豫什么啊？我做好了饭，你上来吃点吧。对不起，是我说漏了嘴，一切都是因我而起的。但是白老的病你也别太难过了，大家都不想的。别人不知道你为空中花园做了多少努力，但我知道，我相信你，周尔文。你要吃东西，吃了东西身体才能好，才能帮助白老完成空中花园啊。